如果不是你说的，那你告诉我，他是怎么发现的？池山，你放开！好，既然你不想说，那你解释解释另外一件事情。夏雨薇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给我的那张监控卡，今天为什么被人复制过？池山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卡被复制过，怎么可能被看出来？你不知道看视频的详细信息，会显示最后的修改时间吗？你怎么？你既然敢告我的密，就不应该担心会被我发现。夏雨薇，我就是太相信你了。没想到你会因为他背叛我，看来是我错付了。备份呢？把卡给我。池山，备份我真的已经删了。你还想骗我？我真的没有给他。我现在去拿给你看。这个，池山，我再也不会做了，池山。